老祖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。老祖，老祖，经历了百段山磨砺，怎还如此聒噪，九口洞天。还算没给为师丢脸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弟子。我还带回来了不老泉和神沙。鬼爷要你寻的剑呢？当然找到了，我可不想被那鬼老头整死。老祖，这段日子感谢您指点清风。唉，王宇就要乱了，乱世中唯有实力方能活下来。老祖，您和阁主都说荒域要乱，到底出了什么大事？咱们补天阁难道不能应对吗？别想太多，听阁主的安排，去藏经阁寻找至强宝术。在这堆宝术中找到至强宝术，哇，这也太折腾我了！驯养灵兽的法门，这宝术太弱。谁在这儿？补天阁的阵教神通已失不少，也许还有一两种隐在这股书海中，个人缘法需自己去找。多谢前辈教诲，静下心来寻找属于我的缘法。青天蓬宝术互相呼应，若能融合这两种宝术，想必威力更胜以往。嗯，这可是上古大能从原始大鹏宝谷中悟出的一门宝术，竟让你找到了。想当年藏经阁还收藏过那块原始宝谷，可惜呀，那宝谷好似通了灵，不见了。纪灵大人从上古时代延续到今日，助补天阁度过数次劫难而不倒，现奉上神之灵肉，以助纪灵大人重现神威。蓝灵土，雷劫叶，昊天，该你了，注入一滴不老泉。吉林大人，不老泉和神沙我都带回来了，很快您便能恢复如初。
青天，纪灵大人挺过来了，补天阁有救了。神威逐鹿书院专门招收这片广袤大地上的奇才，想加入逐鹿书院成为我的同门吗？那就扫描二维码报我的名字免试进入。